各位立神新聞嘅錄者觀眾，大家好啊！呢度係馬鞍山警署現場。咁馬鞍山警署咧，稍早時間開始咧，就有一啲市民啦，就圍住嘅。咁但係如果你哋熟悉馬鞍山警署附近嗰個地理位置嘅話咧，其實嗰個形勢咧就係其實唔係好容許喺門口排太多人嘅。咁咧就因為而家再加咗水馬嘅話，其實可以擺到人咧就更加少。咁所以咧一啲佢哋決意去圍到個差館嘅圍到差館嘅市民咧就要去對岸啦，就去呢度對岸啦。咁所以就圍咗喺呢個位置。咁我轉頭會行過去嘅。係啦係啦，咁亦都咧大家可能喺網上都睇過啦，咁就馬鞍山警署咧就經常咧嗌咪咧嗰位警員咧個風格就同其他警署咧係有啲分別嘅。咁咧今晚咧就我唔確認究竟之前大家在網上睇到嘅嗰一位警員嗰把聲係咪完全地100% 地係而家呢位警員呢把聲啦。咁但係而家喺馬鞍山警署嘅入面啦，嗌咪嗌出嚟嘅警員嘅聲音咧，就好似喺網上大家聽到嗰把聲就係比較磁性嘅，而且咧嗰、佢嗌咪嗰個內容咧就比較係勸勉式嘅，係啦，咁亦都係借古奉今叫現場嘅示威者回想一下自己嘅過往想象一下自己嘅未來啊，想象一下香港嘅未來啊等等，亦都係佢講話嘅內容嚟嘅，嚇咁啊。係啦，咁好多嘢講啊，即係嗰個嗌咪嘅內容就絕對唔淨止話係上翻行人路啊，你現正係參與一個非法集結啦、啊，而且係好多內容嘅，係啊，好多內容嘅。立場加油，支持立場。咁我行前少少俾你睇，而家越嚟。哎呀！哎呀！小心！小心 ！OK OK， 哇又哇佢話咩香港？佢話咩香港？希望係一個安居樂業嘅地方。屌你！麻痹啊你哋！想機下咯，哇！這個位阿 Sir 咧講嘅嘢咧，我客觀嚟講啊，其實都幾豐富，因為佢係好多內容都係即係純粹聽個內容啦，純粹聽個內容啦。
純粹聽個語氣啊，咁就係即係一個勸勉勸語式嘅，而且係修辭比較豐富嘅。啊！我而家上 gear 啦 ，OK。上 gear 啦，啊，上 gear 啦。OK， 而家就上 gear 啦，我都上个 gear。上 gear， 系拉好个袋。又着呢件。又着呢件。咁啊，现场有人呼吁其他人摄衫啊，企疏啲啊，等等啦，系。Yeah.
現場咧圍住警署，我諗有數十人，有數十人。就係佢哋就即係網上有一啲呼召啦，我唔係好肯定，即係究竟係咪即係一定係咁啦。但係網上有一啲講法咧，就話即係涉三係攞嚟啦，就預防啦，同埋攞嚟偵測咧一啲卧底嘅警員，因為卧底嘅警員腰間咧可能會有啲裝備，以前係槍啊、左輪啊，或者係啊曲尺啊，或者係總之一啲槍械啊等等啦。或者是手扣啦、孖葉啦等等，咁網上有一個講法就話涉三就有助分別咧，就示威者嘅敵我咁樣，咁又有一個咁樣嘅説法嘅。咁但係當然我唔肯定，究竟現場嗌緊話要涉三嘅人嗰個具體諗法係乜嘢？現場其實你唔好話得幾個啊，其實都幾多人㗎呢邊。最早幾點有人起身咧？好似我咁啊，有外媒就揾年輕人訪問，但有啲年輕人就好謙虛，話自己英文好差。阿 Sir， 收皮啦！咁啊，其實都幾多人㗎，現場都你哋啊，現場就呢度咯。係啦，咁啊，我而家企近啲警署。咁啊，呢度又有一班黑衫人啦，咁左邊右邊都有啦，咁啊，我右邊呢度都有，我右邊。我都想，大佬，喂，我都想啊！現場的人士都縱然這一刻大家都知道政府引用緊急法所訂立的禁蒙面法就正式生效了幾天，但現場都是很多人戴口罩。
現場咧不停有一個呼聲，就係話有貨車，有一架貨車就出入警署，咁啊令現場嘅人就有一啲戒備嘅。現場就話有一架白色嘅貨車出入警署，呢個講法喺我身邊出現咗幾次嘅已經。咁啊，現場有一個呼聲就是話有速龍，即係換言之係警員的速龍小隊啦嚇，咁就叫其他嘅示威者咧就企疏啲，小心被人拉啦，亦都小心人踩人的情況。係啊，咁呢一位你哋叫佢做 DJ Sir 嘅一位阿 Sir 啦，咁就亦都繼續佢好豐富嘅嗌咪嘅內容。咁啊，其中佢有講到咧就係話附近嘅街坊就越來越多，已經是回咗屋企噶啦。咁啊，喺度叫囂咧，就會喺度叫囂，喺度叫囂咧，就會即係嘈住其他居民啦。咁啊，亦都話佢亦都有佢亦都有講係有一啲人咧，其實係冇訴求嘅，只係睇熱鬧嘅啫。佢亦都話有啲人咧佢鬧警員咧係無的放矢嘅。咁啊，係啊。就無恥放的咁上揾嘅，咁啊，咁啊，然後就好繼續講啦。佢話呢度係大家呢度而家可能係非法集結啊，干犯咗一啲法例啊。咁佢已經強調一個 point 就係話附近居民休息唔到嘅，就佢有表達過呢度嘅示威者可能有啲自私啊咁樣。呢位阿 Sir 就話聽到人哋嗌口號，但係就唔好意思，真係聽唔清楚當中嘅內容。咁啊，現場亦都有見到藝人阮文安啦，佢剛才喺新港城中心嚟到呢個位置，咁啊開始趕咧記者上翻行路啦。
都唔好投咩啦。咁警員就話現場嘅人唔好以為可以逃避法例，因為現場有拍攝啦，佢知道一啲戴住口罩蒙住面嘅人嘅身形啊、體型啊，話會認得現場嘅人啊等等。呢位警员就说他讨论香港人加油这个口号，他说香港就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去加加油加油，让香港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城市。这位警员就说你们这样表达意见是不安全的，他就反问你这样表达意见最后是不是安全的呢。咁現場嘅人回應啦，冇你喺度咪安全咯，冇警察咪安全咯。你哋有鬼理性？咁有警員就討論理性啊，嚇，討論呢個 rationality。咁咧，佢又話：如果理性嘅人咧，呢一刻應該要離開。咁佢質疑咧，現場嘅人係咪理性？呢位阿 Sir 討論何謂理性 ？Rationality。應該是換了另外一位警員來的，語氣就有一些催促，語氣也有一些警告的感覺。現場聚集，我諗呢度有百零人咁咯，大概一百多啲啦，啊，一百至二百啦。嗱，換咗人啦，咁呢位阿 Sir 咧就話我講嘢雖然冇頭先嗰位阿 Sir 咁好聽，但係佢又嘗試咧分享一啲比較豐富嘅一啲嗌麥嘅內容。現場有些人開始走了，現場有些人開始走了。
咁有啲人就嗌女仔唔好行咁前，女仔要走啊，咁有啲人走咯，咁呢亦都有人向呢边散咯。咦，而家有防暴警出嚟啦，已经。防暴警员跑了一段之后咧，睇落去就冇人被制服。防暴警员咧跑到大概60米之后咧，将上面掉嘢，上面掉嘢，上面掉嘢。咁啊！警員卻舉槍向上面呢個平台。係啊，又跑一段。咁啊，現場嘅示威者啊，著黑衫嘅年輕人咧，已經係死曬啦。翻上行人路啦，唔該。咁啊，呢位警員就係咁叫大家翻上行人路。哎呀，唔使講咁多嘢啦，你講嘅嘢影響唔到我哋嘅，你咪做翻你自己要做嘅嘢咯，得噶啦，翻屋企瞓覺啦。警方因為有上面有，咁警員咧就指咧，上面嘅人咧講嘅又影響唔到我哋做嘢嘅，翻去瞓覺啦。咁樣呢位警員啊咁樣講。咁其實頭先掉中水單咧就係本台記者，並且咧，哦有大同學講緊，警員咧都係用一啲強光咧，係照射咧。咁啊，頭先根據行家嘅講法，應該係有行家中咗水彈嘅，係啊，有水咯，係啊，咁喺樓上掟落嚟啦，係啊，係啊，咁啊，嗰個水嚟嘅，水嚟嘅，冇乜大碍嘅，係啦，咁就防暴警啦，就好似要集結翻呢度係啊，大概20名啦，呢度亦都有大概20名。好啦，警方又好習慣地用警方喺度照射一啲記者啦，唔知點解咁做。冇拉到人啊，係咪？應該就見唔到有制服任何嘅示威者嘅。過嚟啦，過嚟啦！早啲瞓啦！哇！呢位警員就叫上面嘅市民咧就早啲瞓啦。上面掉嘢啊！咁亦都有警員叫我哋小心，上面有人掟嘢落嚟。咁呢度大概加埋50名防暴警都有啦，咁就往警署嘅方向就撤離啦。啊，亦都有啲便衣警，但係著住防暴裝咁樣。我咁見到警方而家喺度去緊啦。咁啊，上面啦，呢個應該係呢個屋苑，應該係新港城嚟噶。咁啊，依然係有啲住户咧就嗌落嚟啦。
條馬路咧會重新開放啦。咁啊，警員不停去勸大家上翻行路咯。係啦，亦都係一個好指定、好指定嘅一個句子。咁啊，呢邊收隊嘅形態嚟㗎啦，已經係。咁啊，加埋都有近百個嘅，其實前前後後好多㗎。係啊。無論是近大水坑那邊的方向啦，定是近警署那邊夾埋咧就有啊，或者咁講啊，近恆安那邊的方向啦，定是啊喺差館面前的啦，咁亦都夾埋有100防暴警。上面咧就有人嗌啦，咁咧就嗌落嚟，咁然後有警員就嗌佢落嚟啊，咁樣落嚟啊，曱甴咁樣。咁呢度亦都有防暴警舉槍，咁啊俾其他同僚去撳低佢槍管啦。你上去啊你！咁啊，有警員不停去嗌曱甴曱甴，你落嚟啊曱甴曱甴咁樣。最後有一名警員咧 ，keep 住就拎住啲長槍，咁啊，時不時咧就向上舉下等等。啊，區議員葉榮，我見到喺我身後。咁啊，有警員就話睇住啲黑莓啊，黑莓。警員最後一批亦都即入翻去警署嘅側門，馬鞍山警署嘅側門，位於呢個應該係錦英路啊，呢條應該係。不過上面亦都有人圍觀嘅呢個位置。咁呢個應該係啊，如果你哋有印象咧嚇，呢一個嘅私人屋苑啦，嗱呢個私人屋苑雅景台咧，就曾經出現一個事件咧，就係有防暴警員咧就衝入去個屋苑入邊嘅，咁啊亦都引起咗軒然嘅大波，咁啊今日咧就冇防暴警去呢個位置啦，咁咧就
我嚟望一望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度有人圍觀咧，其實呢個就係亞景台嘅停車場嚟噶。咁如果你係住户或者你有朋友帶入去咧，其實呢度行一層樓梯可以上到去。咁亦都係咧去睇下警署入邊發生緊咩事啊，或者係如果你好奇在警署門口有沒有人被捕啊等等呢，一個挺不錯的觀景位置來的。這邊呢警署側門正式就關閉的了，一眾的行家呢就也都拍完咁呢邊啦，其實亦都見唔到所有嘅示威者噶啦，冇噶啦呢邊，冇曬噶啦。咁行家聚集咗喺呢個位置啦，嚇，咁就到大家找緊下一個即係需要去關注的地區地點咯。咁亞警台呢邊咧，就因為有警員咧，應該喺上面照燈落嚟啊。咁亞警台呢邊咧，就有居民啦，就希望咧，有居民咧就希望咧就警方唔好再照啦。我呢邊亦都有一啲罵聲喎，繼續鬧喎，遠處咪又輕輕咁樣聚集起落。呢一刻就平靜嘅，平靜嘅呢一刻，警員離開，咁現場嘅示威者亦都寥寥可數啊。唔使嘅，佢一啲精華啊。咁呢邊亦都有少量嘅示威者啦，少量啦，唔多啊。咁好多謝大家繼續收睇呢個直播，好多謝大家繼續關心我哋嘅屋企香港。咁你咧未必要咧認同咧每一秒咧你喺畫面上面睇到嘅嘢嘅，咁但係咧我啦，同埋我其他嘅同事咧都會盡我哋嘅能力啦，喺現場咧俾最新最貼最近嘅畫面俾大家睇。咁大家可以睇得夠多嘅直播，夠多嘅新聞材料，例如訪問、攝影、文字報導、特寫等等，然後先至去考慮自己應該是支持定係反對應該是認同定係唔認同不同的社區行為，看看現場的市民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點樣回應政府回應香港的民主思潮，回應一些議題，回應警察。咁睇得夠多啦，諗得夠清楚啦，先至做判斷。而你最後個判斷係點都可以嘅，因為我哋仍然相信咧，香港係有一定嘅自由嘅。咁現場嘅嘢咧就最重要嘅，最重要。我哋做得咁辛苦咧，都係想俾現場嘅嘢俾你睇。咁如果你睇現場之餘咧，你亦都行有餘力嘅話咧，亦都請你咧去支持香港嘅唔同嘅公民社會上面嘅組織、媒體同埋一啲人道嘅支援基金。咁啊，啲人道嘅支援基金可以幫助好多有需要嘅人啦。
咁啊，唔同嘅媒體組織亦都好重要，例如係關於啊藝文嘅組織啦，關於性小眾嘅組織啦，關於啊扶貧嘅組織啦，關於交通政策嘅組織等等啦。咁啊，媒體啦，無論大中小型嘅媒體，只要你認為咧有佢好過冇佢喺香港，咁咧就啊就值得你支持嘅。咁咧，喂，咁咧就值得你支持嘅。咁啊，咁咧就啊，如果你行有餘力嘅話啦，你支持佢哋啦。如果唔係香港咧，可能到有一日你發現冇機會支持佢哋嘅時候咧，已經太遲。咁啊。最後啦，如果你選擇支持立場新聞嘅話咧，我非常感謝你。咁啊，支持立場新聞有好多好多方法啦 ，share 我哋嘅文章啦 ，live 啦，圖啦，啊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 IG 啦、Twitter、Telegram 啦等等。咁啊，最後亦都可以真金白銀贊助我哋嘅。咁我哋有一個 My Stand 贊助會員計劃。咁如果你行有餘力嘅話，可以支持我哋啦。咁啊，最後啦，就如果你哋有留意咧，琴日晏晝我哋公司有一個公告，有一個澄清。咁就網上謠傳啦，有啲人開我名啦，就話我哋公司經營十分困難等等，咁其實就我哋冇一個短期嘅困難嘅。咁咧就但係大家嘅支持我哋都係好珍重嘅。咁我哋日後會有其他更多嘅計劃啊、眾籌等等，會再同你哋講咯。咁有興趣可以睇翻我哋 Facebook page 呢一刻置頂個公告。咁好多謝你繼續收睇立場新聞嘅直播，好多謝你繼續關心我哋嘅屋企香港。咁啊，現場係馬鞍山啊，馬鞍山警署對開。咁啱先咧有示威者喺度圍堵個警署啦。咁有防暴警100個防暴警出咗嚟一次。咁呢邊咧見到大量警車再次團聚喺度啊，向警署嘅方向咧就駛至啦。咁所以咧現場嘅示威者咧有啲僅有嘅示威者咧就離開。呢边有警车啊，响住警笛嘅。天氣唔肯轉涼，冇辦法。涼嗰幾日好啲啊，涼嗰幾日唔使嘅。好多警車喺呢邊，其實我係因為行咁前咧，好咯，呢個位啦，睇住先啦，呢個位啦。咁啊，面前呢個位置就有警車啦。咁啊，馬鞍山路啦，就近啊恆安啊大水坑方向呢邊就有一啲警車聲。大家都行啊！大家都行啊！一齊行啦！呢度耀安村啊，馬鞍山路耀安村。咁啊，呢邊有型啊！呢邊有衝鋒車一輛，機動車一輛，同埋有一架可能係警員車嘅白色16座。咁啊，經過啫嚇，冇落地，冇落地，冇落地，繼續往烏溪沙方向駛進馬鞍山咯。OK， 咁呢度就似乎 clear 啦，冇乜衝突。
冇乜特別事情發生，只係有警車響住警笛行過。OK， 佢喺呢度喺呢個錦英路呢度就轉右啦，往呢個亞景台方向咧就進入啦。馬鞍山警署嘅側門啦，似乎佢拍咗喺呢個位置，唔係喎，落地喎。落地喎、但係開咗門，有防暴警嚟嘅入邊，但係又未落曬喎。咦？開住門行喎，得唔得㗎？其實咁啊，呢位嗌咪內容同其他警員非常唔同嘅警員咧，就再次出嚟嗌咪啦。喺中間要做清同事啊！哦，討論緊旅遊業嘅問題喎，即係話示威咧影響旅遊業啊、經濟啊等等喎。哇，呢個阿 Sir 都嗰、那個嗌咪嘅內容真係同其他區份我哋聽到喺警署入邊嗌咪嘅內容咧係有所不同，亦都內容係比較多嘅，係啦，我唔評論好定唔好定係點樣，但係內容真係比較多。咁佢就請問有冇人想同警署入邊嘅警員對話？喂啊 ！Hello， 你好。因為現場有人播音樂啦，跟住嗰位警員話播咩音樂，一齊聽啦。咁啊，佢嗰個內容係有邀請性嘅，即係頭先無論係有冇人想對話啦，以至乎係播咩音樂啊，一齊聽啦等等。咁我身後聽到播出嘅咧就係一隻網上啦，用一個好精湛嘅音樂剪接同埋調整技術去製成嘅一首諷刺警員嘅歌曲啦。呢邊亦都有一啲馬聲啦，十零八年嘅小孩子。我即刻聽人講嘢。咁呢邊亦都有啲居民咧，就都坐得幾危險喎。呢個位置上邊呢個位置邊個？係啊，呢個位置啊，係啊，新港城平台呢度。
咁咧，阿 Sir 就形容啦，呢位警員啦，即係嗌咪嘅警員就形容馬鞍山一個安全嘅社區。現場咧呢條 live 啦，又有啲窒喎，咁啊冇辦法去修正噶啦呢個問題。咁咧我開嗰條 live， 我開嗰條 live， 轉頭見啊，我開嗰條 live。屌你，咁都認唔到？我開嗰條 live 啊，因為有啲窒啊呢條 live。